是小韩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在 NTU Got Talent 中胜出。小韩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我看你还蛮直接的，我喜欢。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完成的事，而是能去完成它。唱歌除了有技巧之外，也很需要天分哦。罗姐。